三支美工艺摄影展的作品，都是出自于摄影家温金达拍摄南投山景、茶田、星辰等优质作品，并将义卖所得全数捐出作为公益使用。主要是以下乡的茶园、夜景、云海风景为主，那展出的幅数呢，大概是50幅。本着为善不弱人后的精神呢，借次摄影展览的作品义卖所将全数捐出。在医院里办理公益摄影展，除了能将义卖所得帮助有需要的民众外，秀传医院谢院长也希望借由这些美丽的作品舒缓病患们的心灵。那这些照片有两层意义，一层是温暖的所有病人的一个心情，因为我们知道病人到医院看病其实是无助的、惶恐的，那透过这些相片让他们在等待的过程里面缩短他们的心理的焦虑，更大的含义里面是所有的这些作品，那如果卖出去的话是义卖所得，是帮助这些需要我们帮助的民众。这场三支美公益摄影展帮助到许多有需要的民众，县议员蔡宇柱对此也表示肯定，并希望借此活动能抛砖引玉，号召更多的人来参与公益，温暖社会。温金达老师的三支美摄影展在秀传医院的2楼来展出，非常感谢温老师所提供的所有的作品来这边展览还有义卖能够来帮助这些贫苦的这些患者，也把一部分的义卖所得能够帮助我们竹山镇内的玫瑰启能中心，也非常感谢我们温老师还有秀传医院的团队这次能够共同来举办这个既公益性的一个摄影展。议长何胜峰感谢竹山秀传医院与温先生的爱心，举办活动帮助弱势，也期许民众能多多发挥爱心参与公益。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